们歌德路过了街道，发现地上有好多的垃圾呀，这里怎么这么多垃圾呀，都破坏了环境。垃圾用英文怎么说呢？ Rubbish 垃圾， Rubbish 垃圾， Rubbish 垃圾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掉这些垃圾，我回家拿吸尘器，小朋友们等着我，我马上就回来。我们歌德带他回家拿吸尘器。我们歌德回来啦。哇，我们歌德在他的车顶上放了好大一个吸尘器呀，这个吸尘器足够大，一定能解决掉这些垃圾。吸尘器用英文怎么说呢？ Vacuum cleaner 吸尘器， Vacuum cleaner 吸尘器， Vacuum cleaner 吸尘器。让我们启动我们的吸尘器按钮，开始吸我们的脏东西。地板被吸干净啦，我们的马路被我们的吸尘器给吸干净啦。看我们的街道有没有变得很干净？干净，还记得用英文怎么说吗 ？Clean， 干净 ，clean， 干净 ，clean， 干净。我们的垃圾都被我们的吸尘器吸到这个地方啦。我们来给我们歌德鼓掌，感谢他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吸尘器，把我们的马路都给吸干净了。大家说奖励一些我们歌德什么呢？我们要不要奖励我们歌德一些糖果呢？谢谢大家给我这么多的糖果，我太开心了。小朋友们记得点击关注我们，让我们下期再见吧，再见。